欢迎收看爱车频道，我是小福。那在刚刚过去的广州车展上面呢，长城推出了一个最新的皮卡，高性能豪华的皮卡上海炮。那当时呢，在广州车展上面呢，很多的媒体呢都对这台车有个很详细的报道，而且呢，到了后面的观众日啊，很多的观众都去想去了解一下这台车。那可想而知，它其实它的热度还是蛮高的。那既然为止，我们肯定要拿它来做一个很详细的测试。那其实这一台车呢，对于长城来说呢，它一个定位是非常高，而且呢很多方面都是顶到天的。那一方面是这个价格呢，它从248,800到301,800，可以说是目前呢、在中国皮卡类目里面，它的价格已经是最高的。而且呢，在很多方面呢，它的一个配置还有它的尺寸都是比较的顶的。那它的尺寸呢，首先它的车长是达到了5.4米啊，轴距呢也是非常夸张，达到3.9米。那这个尺寸来说呢，可以说是目前在中国在售皮卡来说呢，它整一个尺寸都是比较庞大的。那类比于大家比较熟悉的福特猛禽150来说呢，它的一个尺寸呢可能会稍微短一点。但我觉得皮卡它的实用性并不是说它的尺寸越大越好，而且应该是要结合到中国的国情来使用才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结果。那第三点呢，跟大家去聊一下这台车在外观上面一些配置。那我觉得在外观上面它配置呢都是比较顶的。那首先整体的车头这一方面大家看到都是比较霸气的。那首先有一个设计我觉得是比较漂亮，就是这个进气格栅，我觉得真的是蛮硕大的。而且呢，它这种大面积用的镀铬饰条确实是能够让它力量感能够进一步的加强。而且在前大灯这一块呢，能看到它其实配备了自动的 LED 大灯，那这个科技我觉得是比较顶的。那其实呢，在轮圈这方面也是值得去聊的我们现在拍摄这一款呢是一个极图版中配的，那它配备是一个18寸的铝圈啊，一个加通的轮胎。如果是到了顶配或者说高配车型的话，则是去到19寸一个马牌的轮胎。那轮胎的配备我觉得也算 OK 的。那其次呢，在整个侧面方面呢，还是有一些配置值得去聊的。因为到了高配或者说顶配车型的话呢，其实它还配备了一个电动踏板不管是前排的车门还是后排车门，当你每次开关门的时候呢，它的电动踏板都会伸出来的。那我们现在拍摄这台极图版呢，则是没有的，而是一个固定踏板形式。那其实呢，这台车的亮点，特别是在外观这一部分呢，在后门这一块，其实呢还有值得去聊的东西。那比如说，当你打开这个车门之后，你会发现它的一个后门是一个全包式的。那换言之，就是它的隔音啊，静谧性会更加好。因为在我们传统认知的皮卡车型当中呢，很多的这种皮卡车型，它的后门都是那种很常规的，因此呢，在实际的动态乘坐体感来说呢，可能那个噪音表现呢会比较糟糕。那上海炮它既然是定位在一个豪华高性能皮卡呢，它自然而然会对这些细节方面是有一个比较深度的考量的。所以用这种全包覆的设计呢，一来呢是它的一个密封性会比较好，那第二点则是当你去那些大西北啊户外的地方去玩的时候呢，它肯定在这些地方呢防尘的效果会比较好的。那其次呢，能够看到它其实密封性做得好的一个细节，可以在侧门这里看到1、2、3，一共有3个密封胶条。那这种细节考量，我觉得真的是值得去称赞的。而且在 ABC 柱这里呢，还能看到有一个小饰板。那其实这并不是一个装饰的作用因为到了晚上呢，还有一个迎宾灯一个效果打开来进一步的去彰显它一个高级的一个细节。好，那当我们来到了尾部这一块，那其实作为一个皮卡呢，后斗的一个使用才是最为考究它一个实用性的一个功能。上海炮这一块，它其实这个尾门一个开启的方式，我觉得还是比较多花样的。除了能够像常规皮卡可以直接的往下放之外呢，它还独有新材的设置的6:4的一个开启的方式其实呢，你稍微的按一下中间这块按钮的话呢，它就可以一个6:4比例的一个开启的方式。那这样子的话呢，能够为我们的使用场景提供了很多的想象力。那这种6:4的开门方式呢它的一个上下车会显得更加便利，因为我们普通人的话就可以借助这个尾门直接上车就可以了，所以说它的一个使用性还是蛮方便的。那打开这个尾门之后，能够看到它其实原装就全系标配这种货箱版的涂层了。这种涂层呢，它的耐用性会更加好。那除此之外呢，在车内还有20多个锚点，它里面呢还内置了这种螺栓。那因此呢，很多用户对于很多这种皮卡使用的需求都可以展开无限的改装的想象。那不管是平时商用来说去放这种抽屉还是说加高顶加龙门架，它其实都可以
借助这些锚点来去改装就完成，所以说是比较的便利的。而且现在的上海炮呢，其实在整个动力规格上面啊，整个配置啊，或者说动力规格上面都是比较丰富的。那它搭载的是一台 3.0T V6 的发动机，那加上它的配置也是比较顶。那我们现在就到了车内去看一下它的配置到底有多顶吧。那么它在这些细节方面做工呢，肯定是有自己的实力的。那比如说像这些座椅啊、中控台的这些中央扶手啊，还有方向盘、门板这些皮革的面料，我觉得真的是比较好的。那整体的手感也是比较的舒服，也是比较细腻的。那在其他的细节啊，比如说顶棚这些翻毛皮的材质啊，中控台这些饰板呢，我觉得这些造工的粘合度、缝隙处理的都是比较好的，都有那种高级车的感觉。而且在配置上面确实是顶到天的。那除了在越野这一方面它给到了前中后三把锁之外呢，那其他的舒适性配置，那比如说前排的座椅加热通风都是有的，在顶配的版本还有按摩，然后我们这个版本是没有的。那因此呢，你看回这个售价，如果说你是想买一台玩乐型的皮卡来说，哇，这个配置真的是不得了。那除了这之外呢，像全景天窗还有流媒体后视镜都是有的，所以说整体的配置真的是比较顶。而且这个流媒体后视镜我觉得对于皮卡来说真的是比较实用，因为每一个人对于一台皮卡需求都是不太一样的。那有些可能就是为了去越野，有些可能是为了自己的一些玩乐需求，都是需要对后斗进行改装的。那么这个流媒体后视镜加入确实能够去进一步的去扩大它这个视野的观察的范围的。以往呢，在我们印象当中呢，其实后排乘坐的体感都是比较糟糕的，一来的就是整体的那个靠背是比较直的，所以说你整个人那个乘坐的一个坐姿是很糟糕的。那来到上海炮之后，我觉得真的是比较惊艳。那首先呢，是它后排这个坐垫长度啊是比较长的，因此呢，你的腿部空间能够获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承托力，而且呢，整体这个空间表现我觉得也还行。那除了这些东西之外呢，它还可以支持一个电动调节。那当你这个坐垫往前倾之后呢，你的后背能够获得一定角度的一个倾斜，所以说你坐起来的话，你觉得这个体感呢跟一般 SUV 没有太多的区别。那这三米几的轴距呢，其实放在皮卡来说呢，跟我们印象当中那种轿车或者是 SUV 的那种轴距越长，可能对于空间整体空间实用性的反哺来说呢，其实并不是一个维度的东西。因为对于皮卡来说呢，它肯定轴距越长，它有一部分的空间要给到后斗。那在后排来说呢，我觉得已经完全是突破了现有大家对于一台皮卡后排的认知了。那以目前我这个乘坐方式来说，我确实能够坐得很舒服的。那除了这之外呢，还能够在这里看到一个按钮，那这个按钮则是控制后窗的一个开启以及关闭的。我觉得真的是顶到天的，真的是非常好。所以我就很好奇，一台皮卡，一台高性能豪华皮卡，它开起来的感觉又是怎么样的呢？好，在动态这个环节呢，其实长城炮它整体那个表现呢，确实还是蛮惊艳，可以去展开聊的东西也是比较多，但是我觉得还是要稍微聚焦一下。那首先是这套动力，我觉得做的确实还是蛮惊险，因为它搭载是一个 V6 的发动机。V6 的我，那如今在2023年还能够看到在汽油车能够搭载 V6 发动机，我觉得真的是很感动。那它的参数啊也是比较出色，能够输出265千瓦以及500扭矩，那换算出来的马力值大约是在360马力这样子。那其实我觉得对于这类皮卡来说呢，考究它在动力上的表现，并不是说它的马力能够做到多少，当然马力越大肯定是越好，更多的使用场都是去到户外啊，去穿越啊、越野啊、攀岩啊，然后像这些比较激烈的或者说极端的工况下面，能够在低转速输出比较高的扭矩，其实呢它的整体的动力的表现会更加好。那其实呢，我们现在在这些城市道路驾驶的时候，其实在整体实际的一个体感来说，它整体那种输出力道是很绵柔的，很平顺，很从容。那这一点呢也是要得益于它是六缸的结构，那现在还能够体验到六缸，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有那种惊喜的感受。其实这台车呢，日常开起来你不需要说每一脚都大脚油门，不需要，
六缸是非常从容的。那它在这种城市游走状态下面，你轻点油门，它其实就能够给到一个非常轻快动力感受，很轻松就可以把这台车推到一个比较高的速度了。那它在整体动力调教确实是比较好。那其次呢，作为一台主打豪华高性能的主导，那我们主要去考究它的应该是这一套的四驱，所以说底盘部分才是应该着重去聊的东西。那上海豹呢，它搭载的是一套来自于博格华纳的四驱，那这一套四驱呢其实表现还是比较强悍的，前后桥分别都能够提供到一个单独的机械的锁止的功能，而且呢还有中央差速器，因此呢它是真正意义上的三把锁。根据我过往的试车经验来说呢，那像这类的皮卡其实呢去到那种沙地或者说比较打滑的那种穿越的路段，其实只要你开上中央差速器来说呢，它整体那种越野的表现已经完全够用了。如果说你再把后桥的差速锁给锁止的话，其实呢在低速的状态下面，它整体的越野性能都是比较强的。当然了，现在它给到前桥也是有这个能够完全锁止的这个功能来说呢，它肯定能够达到一个最强越野能力，这点是毫无疑问的。现在三把锁都能够给到你的话呢，它肯定在越野的性能方面呢能够去进一步的加强。当然了，没有办法给大家做展示，我觉得也是比较遗憾的。那除此之外呢，作为一台皮卡来说呢，这个十二款来说不单只是满足于这个越野的环境，那在平时出去玩的或者说长途旅游的时候，你需要在后面去牵挂一个房车啊，或者说要拖摩托车啊摩托艇的话呢，它其实呢也是能够做到，因为它最大可以去拖挂的吨数能够达到3吨多，那因此呢它在整体拖挂性能方面来说呢也是比较出色的。那第三点呢则是它这个驾驶品质因为它在整个密封性来说做的确实是比较好的，特别是在隔音这一块对于一台皮卡车型来说呢，隔音来说真的是比较难，由于后面呢是有一个斗，因此呢在疏导这个气流来说，对于这类皮卡来说是一个比较头疼的问题。那因此呢上海豹呢在隔音方面它是用上很多这种细节方面的考量，特别是在静态部分也给大家去做展示的，在后排这一块单单是密封胶条就用上了3处，因此呢在这种以60公里在城市道路上面去驾驶的话呢，隔音这一块它的表现真的是非常好。那隔音好到什么程度呢，可以说它跟外面这些环境隔音的表现呢隔绝的确实比较好，那整体的隔音表现我觉得它是能够去到60万元级 SUV 的那种水准的，可以参考像林肯飞行家还有英菲尼迪 QX60， 像这类产品来说呢，它的隔音表现完全能够是比肩这类产品同一维度的。那其实呢在日常行驶的时候呢，它那种行驶品质呢是比较扎实的，整体的调教都是比较厚重的，但我觉得稍微有一些地方呢是需要再去优化一下，比如说它的路感的保留我觉得就过于强烈，特别是经过一些铺装路面不太好的路段的时候呢，它毫无保留的将路面上所有的信息都反馈到车厢内部啊，因此呢不管是坐在前排还是坐在后排乘客都能够去感受到这些关于路面上的信息。如果说它能够将这个底盘调更软一些，或者说将那个四条避震器的弹簧的那个 K 数能够稍微的降低一下，我相信它在全场景的路段下面它那种行驶品质的感觉一定会更加好，那种行驶品质一定能够去再往上提的。在皮卡这一块呢，长城永远都是不缺惊喜，因为我们过去看回长城其他的一个产品阵，其实每一台车都是比较惊艳的。那现在上海豹推出呢，我觉得一来呢是满足了公众对它的期待，第二个也是市场所需，因为我们看到前几年呢刚开始政策对皮卡车型呢有一个逐步解禁的时候，那会呢很多的车企都开始在这种高性能皮卡市场开始发力了。上汽有上汽牛，那长城自然而然也有长城豹这类的车型。那现在其实整体的政策来说呢，对于皮卡车型都是一个比较利好的结果，因为全国有85%的城市呢都对皮卡是一个全面开放的，所以说长城豹能够抓紧这个时间推出一个高性能豪华皮卡线，我觉得这个
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其实我还是比较建议啊，其他友商能够相近的跟进，在这一块市场当中呢，一起去玩，一起去竞争，这才是一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好结果。